喂，小童啊，嗯，小童啊，你哋嗰边准备成点啊？我哋而家啱啱接到小朋友阿婷婷，而家喺车度翻紧嚟。咁你哋嗰边准备情况，准备成点啊？点样搞啊？等阵先啦，冇催，唔好催，好快，好快。到家了，来，快快快，抱住，这样真好。Hello，Hello，这送给你的礼物，因为往期都是不见面的，但是这真的给我了一个惊喜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居然我会跟他见面的。你家在哪里了？在他们的实验线，在湖南吗？对。Cool。因为我在那边不知道能不能撑下去啊，不知道那边环境如何，我去刻意去打探了一下底细。你是独生子女吗？我还有一个姐姐。我土家族的。少数民族啊。周围有没有什么商场什么买东西的超市那些的？没有超市，但是有一个小卖部。哦，小卖部。你们那边住的环境怎么样呢？还好。还好。挺满意的，没有想象中那么恶劣。